所以新12月的精品都还没有出货，那 David 这段时间就有回头追了一些好东西，引人物、达尔、赛卢、赛卢的第二阶段变身 WCF 的出现在蛮久之前的一番赏 B 赏里面。整个涂装非常的有水准，而且有一点非常的特别，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上面的涂装跟下面大腿这边是不一样的颜色。真的相当的特别，指甲上跟其他非常小细节的涂装，非常的到位。后面的尾巴也完整的呈现出来。这只没记错的话，是超级达尔赛鲁篇的时候出现的，整个脸部表情相当的正点，涂装也非常的简洁有力。表情对了，很多东西都对了，两只组合起来的样子。经典的场景，赛鲁篇，这个就是超级达尔的屌镍赛鲁第二阶。这样组装起来非常的好看，David 相当喜欢这经典的场景。尤其这时候，达尔真的是屌镍赛鲁二阶，刚好12月新发售的精品都尚未到货。David 在这阵子就陆续回头买了一些老物，价钱自己觉得可以接受的话，就直接购入，相当的满意这个经典的场景，也非常的好看。那如果是达尔控的，真的会大推，你们也可以回头追这一组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Love and Peace，拜拜。